正姓男子独自骑乘普通重机车，在今日凌晨1:15左右，行驶古山二路南往北方向，疑似车速过快，行经弯道时不慎擦撞到路边的自小客车，正然倒地翻滚，但机车却仍继续前行，直到撞击派出所骑罗的机车才停止，造成两部警用机车受损。值班员警听见撞击的声音，立刻外出查看，并通知救护车前来救护。正姓男子右手中指骨折及双腿擦伤，经送医后无生命危险，施以酒精测试并无饮酒反应。警方在此呼吁，用路人驾驶车辆行经弯道或路口时，务必减速慢行，避免反应不及而发生交通事故。